我觉得客家话是很特别的，是我的母语，有一种温柔感。希望能够保护这个快要被遗忘的语言，把这些感触说出来，从音乐这方面去着手，把自己的热爱转化成别人听得懂的东西。客音乐是一种创意的表现，融入在流行里面完全没有违和感，不一定要知道它是客家语言，旋律就会让你朗朗上口，把 groove 带给大家，给大家摇摆，还要知道音乐的脉络，对传统音乐下功夫去研究，听到过去的可以成为我创新的动力，是我的养分，也是我的框架。因为有这个框架提醒我们要怎么做突破，音乐类型很多人客语应该都可以做得到，千变万化的可能性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没有正确的答案，不应该被受限，勇敢诚恳地唱出你生活的感受，承先启后，让客家能够继续的创新。我赢我行赢我创造路。